网吧里你遇到过这种人吗？网吧战神？啥意思啊？到哪个网吧都干仗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过确定要加入梁山吗？必然的。咱梁山现在可以说是全服公敌啊。我知道啊，不就狼族乱世布拉格吗？要不也天天跟他们干，整得像你能干过人家似的。你在巴巴颠的喽？你跟我保镖大哥差远了。哪个保镖？还有几个保镖，冷血杀手，懂不懂？那也不当我颠的。行了，别吵了。咱们这最近形势不妙啊，确实啊，狼族跟布拉格都休战了，就想针对咱们，那就跟他们干呐！他们人太多了，正面刚啊，咱们吃亏。哎，对，猛子，你卧底倒咋样了？啊，那我办事你们还用质疑吗？手拿把掐的。狼族在哪活动呢？在哪活动？那布拉格有什么动静没？不知道啊。你啥都不知道，你还手拿把掐个屁呀、啊、你？那我这不刚去吗？赶紧来尸王殿，十多个狼族在这守尸王呢。好。通知兄弟们上线干仗，好啊，就爱干仗。兄弟们，狮王殿集合，你们快来，看见狼族就给我干。富贵保镖胡四五都一起都被我抢啊！老八石板太保注意扑刀，清了清了，我还没过瘾呢。狼族得回去摇人了，这把最少来了四五个野兽。所有人门口集合，法师铺满火，你们快到了。所有战士给我站一排，瞄准门口来杀。二一来了，给我刺啊！一个都别动，他们进不来，守住狮王殿。狮王说好了，到处去打狮王，法师战士继续堵住。赶紧打呀，他们又来人了。来多少？这得100多人呢。赶紧把狮王秒了，坚持住，兄弟。太猛了！阵型别乱了，阵型别乱了。富贵、保镖、何叔，给我留在这儿。好了，其他人先去把狮王秒了。他们冲进来了，死守。这才有战争。爽爆了，漂亮！暴动你们。狗叔，我的装必须。捡起来，赶紧回城。捡起来了。兄弟们，准备撤退。就得这么干。都回来没？都回来了吧？富贵呢？不知道啊。还有谁？